上一期我发过十大国产常见车型，有人问为啥没有进口的，我都懵了。好吧，那这一期发一下上海最常见的十大进口车型，很公平，这里边也没有国产的。我这个视频不是权威发布，而是根据我的拍摄和日常所见的一个大体印象，希望大家抱着娱乐的心态看。如果和你所在城市的情况不一样，请弹幕或者评论区留言。以下出场顺序不是排名。